大家好，我是 Susanna， 来到五分钟拉比教室的时段了。今天想跟大家分享一下行动力。很多朋友都问我 ,Susanna, 为什么你可以两个月成为 Lightweight 总裁级别的分销商呢？为什么你可以短短两三个月就建立1000人的团队呢？相信呢，很多人都觉得匪夷所思的，而我自己呢都是一样。开始的时候我根本没想过我有这样的成绩的。在最初我认识 Lightweight 的时候呢，就由我的一个朋友啦介绍给我啦。咁佢就係话返俾我听呢，佢入咗呢间公司度做，发现呢个贴片产品呢好得意。佢因为呢佢有秃头嘅问题，佢都开始试用緊 X39 喎。而我就同佢讲，我都有甩头发嘅问题喎，嚟到澳洲嘅时候甩好多头发啦，同埋我长时间都係手脚冰冻嘅。我话唔知呢个贴片可唔可以帮到我呢，咁我就叫佢 send 啲资料俾我啦。咁我就係自己呢想去开始试用嘅，而朋友就话翻俾我听啦，佢系喺总公司度做啦，佢就话香港团队未开发噶，如果你有兴趣，你可以试下开发啦。仲有啊，澳洲悉尼都冇朋友喺度噶，你可以试下去开发呢一个业务。我当时就同佢讲，我何德何能呢？我又唔系一个医疗界别嘅人，我对呢方面嘅认识系零啊，点样样去开发一个咁样样嘅业务呢？跟住咧，佢就 send 咗好多唔同嘅資料俾我，咁然後咧，我就去研究呢個資料，亦都自己使用產品。咁最初嘅時候咧，因為我睇唔明呢啲報告啦，我就請教咗我一啲嘅醫生朋友啦，中西醫啦、自然療法啦，同埋一個物理治療師，我都有去請教嘅喎。咁我就同樣地將呢啲資料咧去 send 俾佢哋。咁咧西醫啊、伍醫生咧非常之好，幫我睇曬啲 pattern， 證實呢啲 pattern 係真嘅，令到我首先安心咗呢個資料係真嘅先。另外第二件事他都觉得很好奇，因为呢、这个的光波贴片频率这件事呢是跟他们西医的医学那个方向是有不同的，所以呢他就觉得看完个报告觉得很神奇，但是是不是真的能够做到呢，也都呢对西医来说有很多的 question mark 的、哦、而中医来说呢讲着无针的针灸，这样一针针刺下去他们就明白，但是怎样无针的针灸，怎样个波频是会刺激到个穴位而启动身体的细胞呢，他们对他们来说都是一个新的学问、新的领域来的、哦。咁所以咧，佢哋亦都咧会问翻我转头，问翻我一啲嘅资料，等我咧就去问公司攞啦，或者我自己研究。后来我就明白到咧，其实咧我如果有心去发展嘅话咧，我必须要自己踏出第一步，我自己去研究呢个产品。就正如我哋开发一盘新嘅生意咁，你必须要先了解咧你自己放上架嘅产品系啲乜嘢，你要明白到咧佢有啲咩功用啦。它每一个产品的使用方式，它有什么效果，或者用了它之后会不会有什么的情况会出现，例如我们的修复反应，那我们必须要了解的。我们不可能开了店铺之后，人家的客人来问你、啊、这个产品有什么用、啊、你等一下我再问一下人先。那其实呢这个生意你就做不成的了，那人家也都会对你的信心呢大打折扣、哦、所以呢我们有兴趣去发展 Lightweight 业务的朋友，我一定建议你、鼓励你有行动力，自己先去明白、先去了解我们的产品，还有我们的架构。我们的架构呢有四个不同的奖金制度，我们必须要先了解，当我们的朋友他最初可能都真的是一个客人的心态，想买产品试一下，但是用了一两次或者是一个时段之后，他觉得有效果、哦、他很想发展、啊、但是到时呢他再问你的时候，哎等一下，等我又再去了解一下先，咁你又会俾个朋友咧觉得冇咗一个信心啊！如果我要问你嘅时候，我每次都要再等你问其他人，然后你先至答到我咧，咁佢嗰个发展嘅信心就会失却咗啦。所以咧，想发展 Lightweight 嘅朋友，我建议大家有行动力，就系、是、我哋先去了解多啲，明白多啲。整个制度你基本上你只是用花两个钟头的时间，基本上你亦都可以看我们的片完全明白了整个制度系统，而你再去开展再去介绍给朋友的时候呢，就相得益彰，事半功倍。而听到你讲的朋友知道你这么有信心，他们一定很有信心去尝试用产品，亦都可以有开展的信心。